战争啊、战争的世界，然后这些光明呢出现出来。而这个小提琴呢，他们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只要有庆典就会有音乐，就会拉着那个小提琴。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可以看那个叫做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的片电影，就是在拉小提琴，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拉小提琴。然后他们家的这些牛啊、羊啊、公牛啊，会送这些呢花朵来祝贺他，然后呢他们家乡的这些情景。而这是犹太人的犹太教，这叫做七星灯，就是一些宗教的这些祝福跟仪式。这张作品有很多的含义，我就把它表现出来。我们再下一张，这张有看过的情景，哇，有看过，这是课本里面对不对？哎，还记得这个名字叫什么吗？记得吧，来乡村，对吧？乡村，我与我的农村，好都有。你们看一下这张作品，这里房子倒了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毁了，他们很多的家乡互相迁移，毁掉了。这一棵代表什么？鲜花，代表希望，生命树。这个他跟他们家乡的牛或是羊。对话，看看对话。这个牛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？想，我在这个书上看到的哦，想，它的牛奶呢被人家要挤。你们看到这个在挤这个牛奶？他们那时候看到牛奶，想他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呢，脑子里的东西都画出来。他用的是红、绿对比色、蓝、黄对比色的方式来去呈现。这张呢也是体现出呢夏卡尔的这个超现实画家的地位。他一直是否认的，但是很多人把这张归类就是这张。这张他画了两张，他回到巴黎之后不见得他要再画一张，两张。第一张跟第二张大同小异，大概这样子。这张是非常有名的，我们看下面一张。在犹太人的庆典中呢，黄昏。就是他们举行庆典的时候，结婚典礼啊，或者什么其他的活动，仪式都是在黄昏的时候，所以他会经常画这个夕阳，哦，黄昏。这后面就是他们的小镇，你看它的线条，刚刚跟你的线条，你们线条有这个，因为它的线条，它线条是很多的房子结构产生出来的，有起有浅有深，互相搭配，黑色线条断断续续，它不是非常流畅，发出那种破碎、颠沛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看它前面的线条，它没有线条，整片大笔红色、黄色去搭配，线条只在外面勾勒，而且并不是勾得很完整，有感觉吗？它的前面的对比色产生出来的一种视觉效果震撼在前面，好，后面暖色，哦，前面暖色，后面寒色搭配出来，然后它的公鸡化身像神一样来保护他们，在黄昏的时候呢，他跟他的太太呢贝拉结婚，受到了这么多人的祝福。很多人在旁边演奏，这样子，他们会带着一些蜡烛，跟着他们配合的音乐，一起呢来参加他们的庆典、他们的婚礼。然后他把这个这样作品把它呈现出来，很有意思。在画的过程之中，很多的想象在里面，跟他以前的生活又能够结合。然后他也会用呢不同的色块，刚才有几个不同的色块去表达，而每个色块里面呢表达一个主题跟。这里呢，他们的家乡啊，那些牛啊，居住生活啊，这个花呢，象征的光明跟希望。他非常喜欢画花，画很多花，然后用红色去搭配。这里呢，表达了他对他画这个不管是第一任、第二任、第三任太太哦，他都是画，好像就是画第一任，就是对他太太第一任太太那种爱慕啊，那种爱啊，画他们视网的爱，他用很淡的蓝色，几乎线条是隐藏在里面，把它描写出来。三个地方来呈现出来，而这个呢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他也受到了那个马蒂斯哦，野兽派的影响，色彩色块去搭配，所以在当时呢，有很多的艺术家呢，就互相影响，互相搭配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它的色块有的时候会突破它原本的色块，当然是没有突破，这边突破，然后他画他画写生家乡的这种情形，他画巴黎蓝色的天空的景色。他跟他太太散步在巴黎，然后突破在这个鲜花绿野之中。后来他住到南法尼斯的地方，南法那地方，那边的阳光普照，
充满了那个田园的风光，他就把这些东西，啊，他们家乡的牛，他对那个牛啊、鸡啊、动物呢，充满了很多的感情。好，现在可以把灯打开了。看完了，大概20分钟哦。接下来，想想看，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？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欣赏夏卡尔的作品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思考一下你自己的作品。在你思考你的作品的时候，请你不要用眼睛去看，要用你的心去感受。你心里去感受，到底要呈现出什么东西？当你不想去呈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停下来，不一定要一直画。有些地方呢，你不满意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它刮掉，重新再来。不一定要把夏卡尔的东西呢复制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元素带进来，你的色彩、它的线条的掌控，以及它心中的感觉，它是怎么呈现出来的？好吧，现在请你们呢，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哦，来审视一下你的作品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好就到这边结束。来，现在请你们来思考一下，好，完成。请你在后面写上一下你的名字，如果你现在想不到，你就把你的姓名啊、名字留。然后这张作品呢要留下，这张作品留下来，我会再会发还给你。你们写上名字之后呢，然后可以开始。最后的几分钟，让你们呢想办法试试看，可以把它创造出来或者把它完成，试试看，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。
的手很脏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慢慢去洗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些同学作品呢，能慢慢呈现出来。这张有感觉吗？有哈、哦，有鲜花，然后呢开始刮，有些刮的从暗的到亮，慢慢去延伸。我蛮喜欢的。他刚刚还记得他这张作品吗？对不对？深的一直慢慢出来了，他的场景一出来，之后什么东西，做什么都可以哦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哦，还记得吗？他的线条已经很纷乱了，开始慢慢去自身去长大了，慢慢去长高，之后呈现出什么，这个也不错哦。我们看这个，他还是用圆的线条，慢慢分。有些深浅的变化可以带你进去的更好。我们看这个，很纷乱，这边很纷乱，对不对？纷乱看不出来，它加上这个东西出来之后，主题出现了，有感觉吗？主题出现了，只有它跟它之间的关系可以制造出来，光线吗？花丛吗？怎么把它呈现出来？要去想。好。现在呢，请你把蜡笔收一收，然后呢，你的作品呢后面写上姓名，然后呢留给我，我先补一下，我下面可能需要用到，然后呢，等我再发给你。发完之后呢，请你把它完成，这张作品要完成哦，就是叫做夏卡尔的爱与美的感受，色彩的感受，不管是什么方式都要完成。之后呢，我会给你一张学习单，是有关于我刚才所讲的，你自己回去把它写一写，然后交给你们的，然后我们来。写完之后，蜡笔收好来，请组长看一下哈，蜡笔的不要掉地上，不要掉地上，收好，收好，交到前面来。首先这样写，桌上的雪雪把它整理一下，要留下。然后作品交到前面来，之后拿学习单，然后这个你看。刚刚还录到一半，他自己跳掉哎、欸。是啊。对，录一半，他突然就是停止了。我没去碰他，然后之后再按一次，才再继续录。20分钟。大概1分钟了。对，刚停止。你说那边没有录到，先看一下1分钟。对。按这个。